四号粉丝提问：为什么没有大型作战地图，比如岛与岛之间的50打50的战斗？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有三个原因，目前很难办到。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2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一，手机不支持。其实是目前在和平精英里，如果遇见附近有人的话，手机都会有所卡顿。很多玩家甚至用这个方式来确定周围是否有敌人。如果是大型作战的话，那很多玩家都会卡到动不了，甚至直接卡到退游。二，个人影响太小。如果是大型团队作战，那个人实力反而会被忽略。其实是大神玩这个模式，也很容易莫名其妙就被干掉，很难稳定的有游戏体验，除非可以多次复活。三，影响太大。如果光子推出这样的模式，这个模式必然会非常火，并且双方都没有人机参与，将会极大分流经典模式的玩家，很容易导致其他模式没人玩，或者排队太久的情况发生。这明显不是光子想看到的局面。小伙伴们，你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3.0，我们下期见。